香港酒吧街兰桂坊恢复营业，但港府要求即日起进入酒吧一店之前要出示一天之内的快筛阴性证明。检测时间必须写在快筛试剂上面，防止重复使用，同时避免顾客没做快筛。有些酒吧当场贩售快筛包，在店门外搭起临时检测台。我哋可能要加多个同事专门系负责呢样嘢啦，我哋都惊被检控系。大费周章拼继续做生意，但人潮明显减少。香港酒吧协会评估生意大减2-3成，少咗好多人咯，又影响我样日期同埋个验测棒都挺麻烦的。香港反复爆发五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在彭博专访中罕见承认防疫有缺陷，但被问到是否为他任内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向港人道歉，林郑月娥表示不会，反而是想对她的丈夫跟儿子们道歉，因为他们的支持把香港真正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而做出了牺牲。同仇敵忾嘅團結啊嘛嚇，即係個太太或者個媽俾人咁樣即係蝦法咧，即係佢哋係更加維護我啦嚇，同埋支持我。不過對於即係美國呢啲制裁咧，我真係係好憤怒嘅嚇。即係我哋做咩？我哋喺維護國家安全啫嘛。疫情反覆，香港局勢快速轉變，或許都是林鄭月娥的歷史定位。天文新闻当中，陈玉文综合报道。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